擒天手，自然叹笑迷风啊。后被人姓迷名臣自正南平，乃平原桥一村人士，自幼饱读经纶，深通战策，少有不害，偶遇狂龙，他将我监于曹府门下，人言曹操亲亲万世，未必有亲亲历史之心的，此番进得相府，必须见机而行，臣难事。为奉朕命之，有愧奉良才。Thank you.
将军少礼多谢啊。谢过。张将军，命你修诗，可曾修好？诗信依然修好。哦，不必观看。啊，丞相，谈不知命何人前往？老夫也曾命孔融去换祢衡，未见到文来。丞相稍候。了不起啊。谢主。命你去换祢衡，可曾换到？现在帐外。嗯，传。是。有请祢先生。前见过丞相在上，北辰礼道。下战何人？北辰姓祢名衡，字正平，乃平原桥一村人士。啊，丞相，这就是祢先生。哼，老夫岂不知他叫祢衡，进得相府，大模大样见了老夫，知心常礼，其心可恼。人言曹操亲亲万世，今日一见，果然话不虚传。啊，孔大夫，你把我错信了，是难了吧？人言曹操多奸巧，果然压死徐高高，欺君无过非君道，全凭实力压当朝，看你在当起归位。你为何发笑？我笑这天地虽阔，并无一人呐。老夫帐下文人安邦，无人定国，何言无人？请问丞相帐下文有谁能，有谁高，请到其墙，被人领了教。听到。文有荀彧、荀攸，郭嘉、程昱，虽张良不及也。吾有李典跃进，取出张辽，虽岑彭马武不及也。夏侯惇
乃无敌之将，我儿曹子骁乃盖世奇才，老夫自先兵以来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火焰无人。你道你长相俱是些个英雄啊，以卑谋看来，定是些无用之辈呀。怎见得？听到讲，荀彧、荀攸可是吊丧文件，郭嘉成于可是看谋守分，岳进李典可是牧羊放马，徐迟张辽也只好是疾苦命尽呐。曹子骁称为姚天太守，夏侯惇可为万骑将军，余下者尽是些一家反党小同日代碌碌之辈，何足道哉呀！哼，尔有何德能痴痴狂言？区区不才，有读史诗，深通战策，天文地理之事五十不通，三教九流之事无事不晓，上回之君为尧舜，下回配得于孔颖，我乃天下名士，其余你这奸贼同当，阿孔大夫，你把我错见了啊，忍耐了吧。命为当为国力，可愿当否？这可应允了吧？卑谋愿当。好，明日来扫便罢，倘若来迟，按军法从事。张将军，来查出去。出去。去呀去呀
前辈少华不投金半句多，是才心得相处好意于那则深池一里，他坐在上面昂然不动，倒还罢了，反倒我的礼貌不周，明日答应群臣，他将我永为孤立，分明是羞辱于我。不便，趁此机会，当着满朝宫廷人马，亲自一番纵然将我斩首。也罗得过青史名标，正是人。平地山有何偏向？何山？今当元旦佳节，老夫备得酒宴，与列位大人同饮。
到此就要好了。刘言拜下。
了，为人求得苦中苦，托起了难杀的官司，好，你也这样了，也肯比我。第二人把话讲他了，说把胡子当了，就要你的十一刀把剑了，我拿来了，今天不日来。
其故，有日晋升女真，我等畅饮三杯，请何丞相？请。君子哪个是浑浊的小人？你就是浑浊的小人。可以见得听到将你不通事是口拙也，
不是闲事焉着也，不拿忠言恩着也，胸怀传理则的心着也，我乃天下名士，将我永为孤立，有日当场回孟子养活亲中你曹操吧。得真乃是匹夫之辈也，今日里文王方向上金陵文水的同了两千多年，金陪王水着九天兵当，我们是堂堂是男子，把我当作小儿郎，放在朝中为首相走见得不知愁何相是得了，老夫先边谁敢的当，我何为名天下扬，论计谋压塞将吕王，又不知小儿郎you
句话，人心多大的风浪。这样贪生怕死、卑职求荣的奴才，还敢在这里耀武扬威？你真乃是狐假虎威、狗仗人势、恬不知耻，什么东西？张君子，您是狗仗，你很。老夫有诗信一封，明日去往金乡，顺势刘表来降，回来定有神赏。是了。要往金州不能够
大人。丞相，祢恨到老夫监，老夫监在何处呢？丞相，大大的忠臣。哦，忠臣，忠臣。啊啊！老夫相送。